Differentiation 第十節嘅第二段片，咁嚟到呢一度咧，假設大家已經係 train rule 好、quadratic rule 好、quotient rule 好都好熟噶啦，咁所以咧馬上咧就直接啲，我唔寫太多咧中間嘅嘢啦，真係好似平時 D 咁樣寫出嚟啦。呢、這個我哋有兩種方法，我哋可以用 quotient rule 啦，因為你分子 over 分母啊嘛，咁啊即刻咧分母嘅二次方，咁所以咧 s 嘅二次減三啦 ，keep 住個分母唔 D。D 分子 ，D 分子出乎二，好啦，然之後減 ，keep 住個分子唔 D，D 分母，分母咧係一個二分之一啊，寫出嚟啦，分母係呢個嚟嘅 ，D 分母，所以咧扯一個二分之一落嚟，再負二分之一，仲未 D 完㗎，再 D 完就減 2x， 咁樣就為之 D 完啦。咁之後咧就做化簡嘅動作啦。化簡嘅動作咧，咁喺呢度咧，我哋就下面嘅分母咧係 x 嘅二次減三啦。咁啊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將呢個 x 二次減三嘅二分之一次抽出嚟，負二分之一次抽出嚟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望到呢度，呢個係二分之一次，呢個咧係負二分之一次。抽完出嚟睇下會點？第一個係剩咗負二。括號 x 嘅二次減三，呢個技巧少少技巧，大家都應該要識啦，係咪？你呢個自己拆翻開，同佢乘翻，咪變翻二分之一次，即是黃色呢個部分啦。好，然之後我哋後面嗰啲咧，後面嗰堆咧，我哋係減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哋睇下先，呢、这個二同呢個二約咗咯喎，咁咧，所以咧就得翻 x 啦，括號一減二 x 啦，三括號。好。咁咧點解呢個冇咗啊？成個抽咗出出邊啊嘛，呢個黃色呢嚿嘢啊嘛。咁呢個咧就係聽整理一下，落咗下面分母 x 嘅二次減三，即是一次方再加二分一次方，即二分三次方。好，咁啊，然之後咧係分子將一嚿咁樣嘅呢嚿綠色呢嚿物體拆開曬。出嚟嘅答案啦，咁啊嗱，我哋自己快消心算啦。x 二次方先，負二加二 cancel 咗冇啦，到 x 咯喎 ，x 啊前面呢度冇啦，後面呢度減 x 啫，咁所以冇啦，後面只係減 x 啦。好，然之後數字，數字呢個咧好出六啦，冇啦，咁所以咧加六，搞掂。好，咁咧然之後咧，我哋就再嚟多次係第二個方法啦。係，我喺呢度啦，下面拎咗個位噶啦。第二個方法，咁我哋可以點處理啊？我哋可以咁樣睇嘅，將下面嘅分母啊寫成為 x 嘅二次減三嘅負二分之一次。咁我哋跟住咧就用 product rule 去 D。好，對唔住，頭先呢個我係未 D 嘅，所以寫 f(x)。而家真係 D 啦 ，D 咗係就咁樣啦。keep 住一個唔 D， 啲另一個，我覺得 keep 住呢個唔 D 啦。D 個後面一減二 x 嘅，即係出負二咯。好，咁啊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再跟住加上 keep 住呢個 D 後面嗰、那個，扯個負二分之一落嚟，然之後咧負二分之三次方 D 完啦，之後就只係做整理嘅啫。整理好似頭先咁樣，我哋一口氣將 x 嘅二次減三嘅負三 over 二抽出嚟啦。其實點解咁睇呢？因為我見到呢個係負二分之一，呢個係負二分之三。我哋咧抽個最細最細嘅出嚟就啱啦。平時抽共因係抽最細嗰個咧，啊最盡咁樣。咁啊負二分之一同負二分之三最細最細嗰個係負二分之三。咁抽出嚟之後咧，第一個剩負二啦，仲有剩一個咁樣嘅物體嘅。啊，咁你自己拆翻好比較一下，咪即係出翻個負二分之一咯。好。然之後後面咧，後面嗰個嘅負二分之一啊，我冇處理到添啊，咁咧就係、是、同個二，哎呀頭 sorry， 頭先呢個二咧漏咗嚇，呢度未 D 完嘅，仲有個二 x， 仲有個二 x， 好啦，咁所以而家真係可以約咗個二啦，呢度二約咗啦，咁啊，所以咧我哋拆出嚟咧就會係減啦，然之後有個 x 啦，然後有個一減二 x， 三括號就係咁樣啦，因為成個抽咗出去啦嘛。
咁咧，所以咧，最後尾我哋只係整理埋少少嘅部分，咁啊，同頭先嘅答案一樣啦。六減 x 嘅二次減三，三 over 二搞掂啦。好，咁咧，所以咧，用咗兩種唔同方法，而家大家咧學曬全套咧，咩方法都得噶啦。咁啊，俾咗少少嘅 challenge 大家啦。除咗你做完呢、這個加法之外咧，有個少少嘅 challenge，呢、這個。睇下你可唔可以用到起碼四種唔同嘅方法去啲佢，自己諗一諗。OK，拜拜。